8点钟，我今天要去巴厘岛参加我朋友的婚礼，然后先吃早餐。出门了，我今天没有叫 Uber， 我叫的是 Dixie， 因为我刚看 Uber 实在是太贵了，然后Taxi 的话便宜大概50块吧。有。三模式，您必须确保您的手机和所有电池是电子设备处于运行模式。计程车，哎，我发现我没有扣到我的安全带，等一下。然后今天呢，是我跟Ian在隆迪了302天之类的之后第一次见面了，突然变光了。Hello. So you are checking in right now? Yeah. Yes.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300天不见，你还是一样的奇怪。这个是紫不的三包，紫不的三包，紫不的三包 ，green 三包 ，red 三包 ，most spicy 三包。哎，Yeah， it's actually really good. Yeah， 好吗？There's ginger inside. I like ginger.大家请猜这是什么？你看这个好像 scale， look at this， 真的好像一个 reptile。还是脆的。Is sweet？ 啊，小的没有籽，大的有籽。你现在很像在吃大蒜，巨大版的大蒜。多谢大家收看伊恩的水果历险记。今天呢是我们在巴厘岛的第二天，然后我们今天最大的行程就是晚上要去参加一个像是 welcome dinner。 那这次其实我们是有被安排住宿的，但是因为我们提前到一天，所以我们就自己另外 book 了 一天的酒店。各位，我终于不是在开箱隔离酒店了，我们先一起感动3秒钟。
从门口进来呢，前面就是一个简单的更衣间，然后左边是Ian的衣服，然后右边是我的衣服。更衣室的背后就是一个像是办公区的地方，然后继续往前走，这边就是第一个厕所，然后这里就是浴室，前面是浴室啦，然后这边是梳妆台。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才到，我也是可以把这边完全变得跟自己家一样。那这里就是主卧的地方，这应该有到 king size 吧，我想。然后这边就是 living room 沙发，然后怎么开啊？然后外面有一个这样子的阳台，然后看出去的景色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巴厘岛。我现在才发现那边有个游泳池。但是我们这次主要只是来参加婚礼的，所以只会待大概3到4天而已，所以我完全没有带任何的泳衣或是度假的衣服。这个大概是我就是觉得我行李箱里面最度假的衣服了。他最近说他变胖了，所以要下去运动。好，快点去运动，去运动！你现在很像一个中年大叔。拜拜，再会。下卷，这样会痛吗？我头发会不会断掉啊？Yo, I think it looks good. Look, 有型啊！淑女一点，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因为很怕穿得太正式或是太不正式，你们懂吗？就是，当你没办法拿捏那个 dress code 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就很怕太 casual， 然后走进去大家都很 formal。哦，这个是我今天的 plus one， 你今天非常的 tropical， 你拍一下我。Nice。今天的 OPD。Nice。OK， 好 ，Let's go， 我们去赶 bus 了。Go。拜拜。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not sure what hope to find it soon. Not trying to complain, but I could use a change. 我们刚吃完那个 welcome dinner， 然后呢，这位朋友又吃了非常非常的多，他又是把整个餐厅都吃过一轮的那种。I could just use a change.A little up, a little down. Okay. A little lost, a little found. 五八，难道你没有穿 heel 跑得那么快？真的好痛啊，我的脚。痛死了。Where am? Wait, I don't see baby shark. Where's baby shark? Drunk at a bar, singing in church. I walked away from both.Feeling worse, disappointed and ashamed. Man, I could use a change. That's typically like every day. Someone new is trying to sell me liquor. Good morning, everyone.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5点钟。然后因为我今天是 bridesmaid 嘛，所以我们等下6点钟要就是完全的 ready， 所以我想要很快的 get ready， 然后等一下6点钟就要到新娘的房间了。然后我今天起床的时候胃好痛，今天的 schedule 应该还是蛮紧凑的，就一路会到晚上。我昨天这样，我真的觉得结婚好累。这个就是今天做伴娘的 dress。但我等一下可能尽量用手机看可不可以拍到一些不同的，就是这个 sneak peek。拜拜。Summertime is near. Skies are getting clear. You see. Everything just seems. 怎么绑 bow tie 吗？哦，我也不会。哇！所以他现在在看 YouTube video。这个人怎么做的那么快？
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晚宴，然后大家如果听到外面有声音的话，就是今天的场地已经开始在放音乐什么的。然后我今天其实有一点，可能是水土不良吧，就我从早上就开始胃痛，然后刚回来之后睡了几个小时。今天的 outfit 是这个黑色的洋装。You're like a song that I sing in the morning on a perfect holiday. You're like the warmth of the sun on my skin. The clouds look gray. You're like the joy of a trip that is coming.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night to take lots of photos. Look at how amazing it is. Sekali lagi tepuk tangan dong boleh kita sayangThank you. One more. Wow.